为什么有的人留了长发以后不好看？很有可能是穿搭和发型不匹配所导致的。今天我罗列了几个常见的男士长发造型和穿搭单品的组合，建议保存收藏。以后可千万不要乱搭了。高丸子可以很好的中和掉卫衣的慵懒垂坠感。皮衣的飒需要同样很飒的披发来搭配，建议常备一个电风扇哈。一半阳刚，一半潇洒，可硬可软。如果头发够长，可以扎个发髻，否则就半丸子吧。当然，丸子头也是很好的选择，墨镜一戴，那是真的帅啊。西部牛仔范儿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戴一顶西部牛仔帽。那这呢，随你的便吧。